你七七，你刚刚怎么这么凶啊？还有你爱什么呀？爱吕昂，这就是心动的感觉。 该不会真的对那个暴君？不行，等我找到吕敖与血玉的关系，我就回去。娘娘，一个人在这里自说自话的，也不觉得无趣吗？要不，让臣这个老头子陪你絮叨絮叨吧。你。 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在娘娘直呼君上名讳的时候。你听错了吧？别冤枉我。哦，那臣就听错了吧？哎，站住！啊，娘娘还有何事啊？ 以前你每次见我都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，这次怎么不说了？啊？那要是娘娘想听，臣就给你说说。娘娘切记，你体质特殊，切不可滥用，否则。 否则什么？天机不可泄露，点到为止。你知道本院这一生最讨厌哪种人吗？就是说话说一半的人。因为。 因为什么呀？你说呀！你现在知道说话说到一半有多让人着急了吧？啊！有意思。 有点意思。